陈年救苦看身材，民初减重为保命。这是我以前的裤子，小蛮腰哎，那这是国小的，那是小朋友的。我也有一件这个裤子，哦，你也有吗？他一个你哎，对啊，118公斤。那爬楼梯的时候，忽然觉得腰好像被电到，我就躺在地上不能动。哇，对，去检查，对，太胖压到压到椎间盘突出。看完多情城市，请锁定，这是吴亚博。